晚安宝贝，休息的时间到咯。我是香香牧师，我要用神的话语祷告祝福你今天有好的休息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你放手安息在神大能的同在中，你就会明白，耶和华上帝是你的神，是你的主。你安息，他就做工。爱你的天父正等候要施恩于你，为你成就大事。诗篇103篇19到21节，有大能的天使听从上帝的命令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作王，统管万有。你们做他天使的，就是大有能力的天使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这节圣经原文的意思是，大有能力的天使对于神的命令和旨意，包括任何出于上帝的言语，都会听从并且执行，直到完成神的话语和旨意。天父的孩子，圣经说天使要为你效力，那你问如何让天使为你效力呢？就是当你把神的话语奉耶稣的名宣告出来，天使就会留心聆听并且执行，直到神的话语成就。当你开口说，天父，我感谢你，祸患必不临到我，灾害或疾病也不能靠近我所住的地方。你的守护天使们听见了，确认是神的话语，是神的旨意后，就执行任务，为你效力。诗篇91篇9到15节，上帝要差派他的天使们看顾你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，他们都要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使你的脚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。因为你以耶和华为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灾害不会临到你，祸患不会靠近你的家。你要践踏凶猛的狮子和毒蛇，上帝说，我要拯救爱我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我要保护敬拜我的人。
上帝要你求告他，他就要应允你。你在患难中，他要与你同在，他要拯救你，使你大有尊贵，满有荣耀。诗篇119篇130节，神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。天父的孩子，属灵的原则就是，神的话语需要被解开，然后发出亮光。换句话说，神话语的超能力是需要经由你口中的宣告被释放出来的。当你因着相信，奉耶稣的名宣告出上帝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在灵界被解开了，然后在物质界，你所面临的情况中，释放出真实的能力。这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解决你的难题，可以帮助你对抗所遇到的黑暗势力。天父的孩子，当你开口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上帝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你就驱动了上帝的天使为你效力。当你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，你就驱动了上帝的天使为你效力。希伯来书1章14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义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圣经说，所有的天使都是侍奉的灵，被差派执行特别的任务，就是要去服侍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。天父的孩子，你就是天使们被上帝指派要服侍的对象。你就是奉耶稣的名宣告出符合圣经的上帝的话语，你要发出声音，把神的话语，把神的心意说出来，祷告出来，宣告出来，发出命令。圣经说，你就是那承受救恩的人，天使必要为你工作。天父的孩子，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读圣经。每次读圣经之前，你可以先祷告，请求圣灵引导你要读哪些经文，并帮助你明白神要跟你说什么。如果可以，尽可能的默想经文，把经文背下来，
不断地大声宣告。当你大声地引用经文，宣告上帝的良善，在你里面的圣灵就会深渊与深渊相应。诗篇34篇1到7节，耶和华的天使保护敬畏他的人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耶和华的天使救他们脱离危险。我要时常感谢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。耶和华垂听孤苦无助者的呼求，他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。天父的孩子啊，你仰望他就有喜乐，你必不蒙羞，你永不至于失望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祝福你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，又为你复活。因为耶稣的宝血，天父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。因为耶稣的鞭伤，你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有的疾病已经得医治了。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耶稣的里面。你会经历天父永不断绝的爱，你会经历天父永不停止的供应，时时刻刻的保护。你一生的年日必有恩惠慈爱跟随。你已经因信称义，永远得救了。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，你必因信得生。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深深被爱，备受恩宠了。永远记得，天父爱你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